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386面，386面第五行，第五行最后一句，论诸又曰：不可思议力者，总指彼佛国十七种庄严功德力。我们在参阅天亲菩萨的往生论论中，总说了29种庄严，依报17种，我们学到第16种大义门庄严。净土是大乘善根界，界是界限，它是大乘，它不是小乘，不是全教，不是凡夫。大乘的性质是平等的，一切平等清净，无嫉贤之名也，又无女人与六根不拘者，即二乘，于一嫉贤实体。这个地方呢，不太好懂。我们看谭鸾大师的注解，注解里面说的呢，比较上清楚。注解里头说，庄严大义门功德成就，菩萨了，完全是用偈颂来解释的。偈大乘善根界，等无嫉贤名，等是平等。女人及根穴二尘中不生，净土的果报立二尘积贤故，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二尘人，也没有女人，女人到那个地方全变成佛了，身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了，二乘到那里都变成菩萨了，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真的是平等，无论是三途这个四途三杯九品，不管你是哪一个层次，到西方极乐世界是得平等身，身相完全一样，
待遇完全相同，这是十方世界没有的。啊，十方世界都有差异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有女人，有根雀，有儿臣。啊，十方诸佛刹土，差不多都有。西方世界确确实实没有，这是实体啊。啊，非但没有这三种体，啊，这三种就是女人、根雀跟儿臣，没有，连名字都听不到。啊，所以乃至不闻二臣女人诸根不具三种名故，名利名即显，等者平等一相。这一句非常重要，啊，说明西方极乐世界确实是真的平等。这是阿弥陀佛无量的智慧的能所显示的殊胜境界。众生普为大乘之萨埵，萨埵就是菩萨啊，什么样的菩萨呢？第二十愿里头说得很清楚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，这平等的。阿惟越智是化身菩萨，超出十法界，这一位平等也。大义门者为净土为通大乘义利之门户也。这说得很好啊，所以净土是大义门啊，大乘义门啊。啊，义这个字在中国它所表的是合情合理合法，这叫义啊。不义那就是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，这叫不义啊。啊，现在这个社会符合道义的事情少了，所以灾难才多啊。如果都能够接受圣贤教育啊，圣贤教育你看代表中国传统的儒家孔孟孔曰成人，孟曰取义，孔孟所代表的就是仁义，仁者爱人呐，义者如理合理啊，决定不违背理啊，如理如法啊，这是三代之后
啊，三代是指夏商周。啊，从汉到满清，中国这个社会是以礼义治国，以礼义来平天下了，啊，让这个整个世界的秩序和谐。靠这个教育，啊，大乘佛法是真诚慈悲也。真诚是理也，啊，人人都能以真诚心生活，以真诚心去工作，以真诚的慈悲心待人接物，这是大乘义理之门。啊，那么净宗确实是大乘义理之门户啊。为什么？阿弥陀佛四十八愿，愿愿都是大乘义理门。弥陀法愿不是空愿，愿愿都通过无界的修行，他兑现了。啊，也就是说，愿愿都落实了，那就太难得了啊！啊，和谐的根源就是平等，没有平等哪来的和谐？极乐世界一切平等，清净没有染污啊！自私自利是染污，名闻利养是染污，五欲六尘是染污，贪嗔痴慢是染污，极乐世界完全没有啊！啊，所以称为清净国度。这是超胜十方诸佛国土，我们要细心去观察，它是怎么造成的？为什么这个国土这样美好？我们能不能做到？
啊，我们能不能向释迦牟尼佛啊，这个向阿弥陀佛学习？答案是肯定的，当然可以。你细心观察，佛时时刻刻给大家做榜样，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广大而没有边际，但是阿弥陀佛无处不在，阿弥陀佛无时不在。时时处处啊，给大家做最好的榜样，身教啊，讲经、说法、教学。从来没有中断过，在十方世界戒引众生。要知道戒引众生那个阿弥陀佛是化身佛，阿弥陀佛的本身呢，没离开讲堂，还在那里讲经说法。哪个地方众生成熟了，要来往生了，化身去的。如果阿弥陀佛本身去的，他忙死了。十方世界那么多人往生，他怎么，他哪有那么深，那么多身去接引呢？化身。无量无边的化身，化身从哪里来的？众生感应来的。众生往生的缘成熟了，哎，他就看到弥陀化身了。真往生呢，不是假往生。啊，生到极乐世界，凡圣同居土，下下品往生，到极乐世界。也进了阿弥陀佛的大讲堂，那个讲堂上有你的座位，就跟七宝池往生的莲花一样，往生的莲花有你的名字，讲堂也有你的，也有你名字，啊，你不会做错的。秩序好啊，一点都不乱了。末后一条，啊，第十七，一切所求满足庄严。这一条是在讲太殊胜了啊！这十七种庄严全是讲依报啊，那依报就偏重在物质上的需求，你所需要的没有一样不满足啊，完全是变化所作，没有人设计，没有人在里边制造
啊，你想要什么东西，东西就在眼前，不要了，不要就没有了，无需要收拾，啊，不需要储存，你说你多自在啊。跟这个地方生活完全不相同啊。啊，西方世界没有一丝毫操心的事情。啊，这是教导我们。这个世界不能不去。禅能大师的记者说得好，众生所愿要一切能满足，医报我们看到此地，下面再说正报。正报有十二，分二种。佛有八种，菩萨有四种。啊，我们现在先看佛的八种。第一，坐庄严，无量之大宝王，微妙之净化台也。这个坐是什么？座位也。极乐世界的人没睡觉的，所以他没有床。啊，坐呢都是莲花坐，啊，莲花，莲花当中的莲蓬，那就是台，啊，这个地方讲净花台，就是莲蓬，无量珍宝所成。这个世界没有啊，不但世界没有，天上也没有啊，欲界天、色界天都没有，乃至于四圣法界，声闻缘觉菩萨佛，他们也有宝座，跟西方世界比就差远了。我们记住一句话，极乐世界平等，跟谁平等呢？跟阿弥陀佛平等。如果我们的化作比佛的他化作次一等，不平等了。我们的相好跟阿弥陀佛差一点，那也不平等了。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啊！为什么呢？在他方世界决定是不平等。为什么不平等？你每个人修行的功夫不平等的，你得的果报怎么会平等呢？啊，极乐世界为什么会平等呢？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这样得到平等的，不是你修的，是佛阿弥陀佛修的，阿弥陀佛修的福报给你享，这么个意思啊。你说佛的恩德有多大？
啊，自己在西方极乐世界，时间长短不定。啊，有人时间短，有人时间长，把自己的烦恼习气统统断尽了。啊，那个时候所现的是自己的了，自己的这个福德现不出来的时候，是完全是享受的是阿弥陀佛的。啊，到自己的无时无明烦恼习气断尽了，那就平等了，跟阿弥陀佛真平等了。住在哪里呢？不住在十宝庄严土，住在常寂光里去了。到常寂光，理事都平等了。啊，在十宝土，也是理事都平等。理没话说，那自信呢？啊，事的平等，这是得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威神加持。无比的殊胜啊。第二，深夜庄严，相好之光一巡，超于色相群生啊。深我们讲身体，身的体质，金刚不坏身呐，啊，佛在经上给我们介绍的，阿弥陀佛，自摩真金色身。身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，身光一巡，啊，每个人身都有光啊，这个一巡是常光。啊，我们这里供养的佛像华严三圣啊，这个画家画的佛顶上的圆光也是常光，除圆光之外，应该佛的全身都有光。啊，我们看古人的画佛，有些画出来了，也有只画顶上圆光。啊，身光就省略掉了。啊，超于色相，十方世界报身应身化身都有色相，
发生没有？啊，超过他们了。啊，这深夜的书生啊，从这个地方我们体会到健康长寿啊，啊，无量光无量寿啊，啊，第二是口业庄严，如来微妙之凡响闻于十方。如来的口业讲经教学，讲经的方式非常之多，啊，随开口出声，微妙之极。无论出什么样的音声，音声都是清净的，清净音凡响啊，凡就是清净，音声里面充满了智慧，充满了德能相好，啊，听到佛的音声，说话的音声，赞颂的音声，我们一般讲，哎，歌唱的音声，都能帮助一切众生消业障、增福慧也。如来的口业，身口意三业，我们都要学习。他在给我们做示范。啊，这样殊胜的果报从哪来的呢？清净心来的，平等心来的，真诚至善慈悲心来的。啊，绝不嫌弃一个众生，这是我们要汲取的。为什么？一切众生跟自己同一个自性清净圆明体，你怎么可以轻视他？啊，这个众生造作极不善业，堕在地狱，堕在恶鬼，变成畜生了。啊，菩萨见到他们，一定合掌恭敬称他菩萨。我们凡夫不知道啊。这是应当学习的。啊，对待恶道众生都这样的尊重，那对待人天更不必说了。人中的恶人
菩萨都善待他，都尊重他，都恭敬他。啊，他有一点点小的善行，都赞叹他。啊，造极重的恶业不说，不放在心上。换一句话说，绝不损害自己的清净心。如果把别人的不善放在自己的心上，自己的清净心就损坏了。啊，做再多的好事，也不放在心上，放在心上，心就被染污了。啊，我们要常常记住六祖慧能坛经上一句话，本来无一物，做再多的好事，本来无一物，你的心呢，永远是清净平等觉，那就对了。你是佛心，你是菩萨心肠，菩萨心肠就是本来无一物。啊，做再多的好事被人破坏了，也无动于心，没事。啊，好事对众生有利，被他破坏了，众生没福，没事。啊，绝对不能叫自己心啊动摇了。啊，好事清净平等，坏事也是清净平等，其实好坏都没有啊。这样呢，就与信德相应了。啊，信德是三轮体空。以清净平等觉行六度，修六合，学普贤十愿，弥陀四十八愿，乐此不疲呀！啊，修学的时候心要清净，决定不能有染污。啊，凡夫修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有染着。啊，做了一点好事，念念不忘。啊，别人对得起、对不起他的事情，怨恨在心，这都是错误的。啊，所以自己修学永远不能成就，清净心不能清净。为什么？他没放下。万缘放得下了，清净心自然就现前了。
是微妙的口业庄严，应当要学习啊！身业庄严可以要学习。第四个是心业庄严，你看，通常我们看的是身口意，此地不是意，此地是心。为什么？二维越智菩萨没有意了，意是阿赖耶里面的，菩萨已经转世成智，所以意没有了。啊，意是莫那。啊，第六叫意识。第八叫阿赖耶都没有了，阿赖耶变成大圆净智，莫那变成平等性质，意识变成妙观察智。给诸位说，妙观察就是无分别了，平等性就是清净，不染着了。啊，大圆净就是大彻大悟。我们经题里的句。啊，转大圆净成了觉了。转第六意识成了平等。啊，转这个摩那的成平等。转第六意识为清净。清净平等觉，啊，然后身与意都能成就无量无边功德，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！啊，所以这里没有意义，讲心业庄严，心真心呐、啊。同地水火风空，与无分。地、水、火、风、空，《楞严经》上讲的切大了，这里讲过五个了，切大，后面还有个见识。切大啊，这个地方虽然只说了四个，实际上把后面两个也包括在里头了。楞严会上大势至菩萨修的就是切大里面的见大啊，地水火风空见识见大，弥勒菩萨修的是十大啊，见大也叫根大
这些东西有没有啊？相有，心无；事有，理有。所以，非空非有，亦空亦有。啊，可以用它，成就无量无边的庄严功德庄严。不能执着，不能分别。换一句话说，不可以控制，不可以占有。你可以受用的，你一占有，一控制，错了，你的烦恼起现行，你就会堕落了。于是，我们要是真正了解事实真相，应该把什么呢？把我们这一次到这个世间来，把这个世间看成旅馆，旅馆里面所有一切设施供给我们方便，我们都可以享受，不能占有。他不是我的，不能占有啊，不能控制，一切要随缘。这样在这个世间生活，你就过佛菩萨的生活了，你就会非常快乐啊！有很好，没有也好啊，得到很好，丢掉也好，一点都不操心呐！这叫什么？世间人叫神仙生活。我们学佛的人是菩萨生活，生活的快乐，有没有都快乐？世间人苦，有也苦，没有也苦，没有想得到，有了又怕丢掉，所以有没有都苦啊。方东梅先生把佛法介绍给我说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最高的享受是什么？有没有都快乐，就最高的享受。更进一步，有要布施，要帮助没有的人。没有，绝对没有希求的心。明天没有饭吃了，今天还非常快乐。不放在心里啊。心里头念佛人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。除阿弥陀佛什么都没有。心意庄严。与极尽相应。说的浅一点，与定慧相应。心是定。定生智慧。第五，大众庄严，彼土之人天圣众，皆成就大乘善根，有如来清净之智海
而生也。大众，十方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的这些大众，极乐世界没有原居民，那要说原居民只有一个人，阿弥陀佛，这极乐是他创造的，是他建立的。第二个人都是移民过去的，啊，移民是有条件的，这个条件就在经题上，清净平等觉，重要哦。经里面佛说的很多，心净则国土净，他那边是净土，你心不清净不能往生。啊，所以清净心生凡圣同居土，平等心生方便有余土，觉心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这觉生十报庄严土。这个要懂哦。啊，准备往生了，就要把这个世间拉拉杂杂全放干净。只要有一桩有牵挂的事情，就去不了极乐世界。全放下了。啊，所以把身边事情统统要交代清楚，处理干净，没事了，这个时候就能自在往生。念佛往生，过去诸位看看净土圣贤录往生传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比例最多的出家男众，第二个出家女众，第三个出家男众，第四个出家女众。为什么呢？出在家女众啊，情执太深了，太难了。啊，出家真的一切放下了，现在啊世界变得颠倒了啊！现在这个世界，你看看往生的人，往生现在比例第一最多的在家女众，第二呢在家男众，第三个出家女众，最末尾的是出家男众。颠倒了，
问题不是别人，就是真放得下。这比什么都重要。在过去，念佛法门容易修，容易成就。在现在，这个法门也很困难。啊，李炳南老居士常常感叹：念佛的人多，真正往生的人很少。以他自己创办的台中莲社来说，他说过很多次，一万个莲友当中，真正能往生的三五个而已，真难呐！啊，为什么放不下了？对极乐世界虽然也很欢喜，也很仰慕啊，但是没有信心。到底有没有啊？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啊，这一个疑问障碍了往生了。